Monica 介意大兵嫂的，你就想办法去找大兵嫂好伊。安尼也听清楚啊哈！我就是要你卖大兵嫂，我无法度做你的生理。买无，我就用抢的。就已经过了，你搁要抢？公司一定爱有人哦，出来做这个代理董事长。我马上就想到，什么人哦，上适合做这个代理董事长啊？是啥？恁认为伊无迄个资格来做代理董事长这个位置就对了。啊，咱大业集团那是高人去管理，一定真凄惨。应该不是拢信伊啊，应该是支持才对啊。说一大人，竟然是家己想要坐董事长的位。既然伊心肝遐尼大，就莫怪咱无客气。你到今嘛，搁要跟我算失去记忆，拢出头事。不管你搁交代我什么礼物，我拢无可能搁去害人啊！既然你唔听话，你就莫怪我。到底是谁啊？我只想要问你，想要挑起什么？你就是一直在讲迄个无爱做书记，你哪里你们都是歹人？你敢敢会？我是魏医师，我叫千八万。所以状况袂歹。是，我甲照料真好。柯巧萍叫你处理王雅婷，你答应。所以你甲王雅婷唱别家。我是你的业界唯一会当信任的人。你若是无想要红丘后卡，你就别疑神疑鬼。若是敢若我，会当无顾一切帮助伊。人莫妮卡介意大兵嫂的，你就想办法去找大兵嫂好伊。安尼也听清楚啊哈！我就是要你卖大兵嫂，我无法度做你的生理。买无，我就用抢的。就已经过了，你搁要抢？公司一定爱有人哦，出来做这个代理董事长。我马上就想到，什么人哦，上适合做这个代理董事长啊？是啥？恁认为伊无迄个资格来做代理董事长这个位置就对了。啊，咱大业集团。那是高人去管理，一定真凄惨。应该不是拢是伊啊，应该是支持才对啊。说一大人，竟然是家己想要坐董事长的位。既然伊心肝遐尼大，就莫怪咱无客气。你到今嘛，搁要跟我算失去记忆，拢出头事。不管你搁交代我什么礼物，我拢无可能搁去害人啊。既然你唔听话，你就莫怪我。小姑，我有罪。一方面，我嘛希望我的阿妈破病是假死的，那呢，我就当重新洗牌。重新开始，因为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